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萌新人火龙果，我是果妈。马上呢就是圣诞节了，今天我就要带着这三个小家伙一起把家里布置得漂漂亮亮的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 happy 啦。你们三个今天要帮我一起布置家，好不好？不许捣乱啊！哎呀，吓跑了！哎呀，你怎么吓跑了？不怕，圣诞节呢，当然少不了圣诞树了。我们先把这个装饰一下，好不好？看这是什么呀？哎呀，还有一个黄色的。哎呀，这会不会太浮夸了？越花越好看。直男审美。我这是乾隆审美。还有几个小彩球，挂上去。好，这里也来一个。哎呀，给我，胡萝卜，松开！这个不是玩的球球，给我！哎呀，给我！哎，这是为啥了？好，放下，放下，给妈妈，给妈妈，妈妈给你扔。耶！我去，怎么又咬坏了？这怎么都咬坏了？你看，这还怎么挂呀？果平，还给我好不好？果平，给我。诶，球球呢？掉嘴里。跟你妈学的。哎呦，好的不学，你看这，给我。他也掉到嘴里不给我。再挂个啥呀？这个吧，漂亮不？你又想要？他每一个都想玩。给他们装饰一个树太难了，一直在捣乱。说好你们不捣乱了，是不是？还有一些布灵布灵的小糖果。哎呀，火龙果，谁要给你玩球球呀？还有几个小圣诞老人，挂上。节日的气氛当然少不了气球了。好，放到这儿，不许动啊。对，你差点跑了，我被钻进去了。完工。终于收拾好了，快把我累死了。你们一个个的尽给我捣乱，尤其是这个火龙果，你个女汉子，我这最乖了啊。怎么少得了你们？来，他们的圣诞装。小火龙果呢就是圣诞老人，小果粒呢就是圣诞树，因为它总是比较呆，一动不动的。小
小鬼瓶呢爱动，就是这个小麋鹿啦。小麋鹿，你先来。好了，好可爱呀、啊，圣诞老人。好了，漂亮吗？你是一棵树。他说不是有圣诞树的吗？朋友们，我是圣诞老人。嗨，别害怕别害怕，干嘛凶呀，我教你们唱圣诞歌好不好呀。喜欢就关注我吧，记得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素质三连哦，爱你们。